波罗会上佛菩萨，南无波罗会上佛菩萨，南无波罗会上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的往生品已经就是讲到就是比较近尾声了哈，现在上礼拜所讲的是第38类的那个菩萨哈。那这边他借有38类的菩萨，其实就把一些神通有没有跟大家讲的比较细致一点哈。不过大家都会可以注意到啊，不管他在就是讲些什么，后面都会加上一个什么，都一个不做四念的、啊、也就是说啊，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可得的，好，所以我们一般对于那个神通的那种概念，就是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有一些比较过人之处了哈。那这边的话也就有带到，就是说就算你有神通这样也是就是不可得的，也不要去执着，凡事只要有任何的那个执着点，那个都会造成偏一边，在修行上面都会造成一些妨碍。我们可以看到上礼拜所讲的，我们讲到第16页的第三行也是一样，第三行的后面后半部就是不作思念，我得他心正自正啊，哈，除为萨婆的若心啊，哈，这些你看哦，他也还是一样哈，就算他得到那种所谓的他心通哈，我们可以看他前面他讲了很多种心哈，他知道众生的种种心态。那我们修行其实有时候啊，哈，也是要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看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齁，用的是什么样的心齁。那有些人就会常常会给自己做一个设限的动作，就认为成佛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一件比较远一点的事情啊齁。那曾经也是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齁，他们就拿那个跳蚤齁，把它放在那个培养皿里面齁。那个所谓的培养皿，就是一种那种大家以前如果小学做过那种培养那个霉菌有没有，好，那种培养皿里面，那培养皿它有高低嘛，好，那它渐渐的放越低越低越低，好，然后把那培养皿用的那么低的时候，那个跳蚤它是没有办法跳的，好，它没办法跳以后啊，好，过一阵子它把那个跳蚤拿出来的时候啊，那跳蚤怎样，虽然已经没有那个培养皿了，对不对，那跳蚤也不会再也不会跳了。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一些思想你习惯于就是说告诉自己一些就是设限的东西，成佛是一件就是对自己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或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就像那个跳蚤一样，它会渐渐的就是怎样没有办法超越这些东西，好，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关照自己学佛的心到底是怎样。当然他后这堂课会讲到后面所谓的精进的心啊，然后种种忍辱啊，种种的心波罗蜜哈，这些过程当中啊哈，我们难免就是在需要做一些努力啊哈。曾经啊哈，有一个人啊哈，他曾经就是住在一个就是很破烂的房子啊哈，那隔壁呢是一个大富翁住的房子。那这个大富翁住的房子里面啊，他很好奇到底大富翁你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房子，好，那他就每天坐在那边空想妄想，好，他到底是怎样呢，好，那有一天呢，那个富豪的那个佣人啊就出来要买东西，然后他就把那个佣人叫到旁边来啊，好，就问他说请问啊，好，那个富豪他那个房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格局啊，好，因为他一直就算他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嘛，所以他就干脆又问了。
那个佣人就开始讲啦，他的天花板呢，哈，是用琉璃做的，好，那非常的豪华，好，然后地板呢是用黄金做的。那个很贫穷的人，他也没看过所谓什么叫做琉璃，什么叫做黄金。然后问他说：“啊，琉璃是什么呢？”啊，那个佣人就跟他说：“琉璃呢，哈，就有点像是玻璃。”好，那个人就那个很贫穷的人说：“啊，原来是玻璃啊，哈。”那再来呢，他说：“那个黄金又是什么呢？”啊，黄金呢就是黄澄澄的东西啦，哈。啊，因为他也没看过啊，硬硬的，然后他只能够这样子形容。好，那个贫穷的人就啊，那这样还不简单，好，那他家里也可以变得跟富豪一样。好，那回去就把怎样，哦，真的就把上面装满了怎样玻璃，好，用玻璃去，因为玻璃比较便宜嘛，好，上面用玻璃，然后底下他把地板涂成黄色的，好，他认为这样子就是富豪所住的房子了。好，那这个故事的譬喻就是在告诉大家，有些人呢，他对佛法的东西他不实际上，像那个很贫穷的人，他如果要变成富豪，他应该要怎么做？应该去努力赚钱，对不对？好，应该要去就是看看人家怎么样成功的，怎么样去努力的，对不对？好，应该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成为像佛一样的人的话，好，像佛一样的话，我们必须就是怎样努力修行嘛，而不是就是把一些思想放在一些空想上面，好，例如说有些人会很执着，哎，到底什么是如来藏？那什么到底什么是一真法界？到底什么是那种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好，他们会把这个部分放在这里。可是事实上呢，就像那个贫穷的人他在幻想一样，他永远也没办法，因为以他的心量跟他的那种就是思考上面的框，根本也没办法就是设想到底佛真的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只是一种空想。那空想，哎，其实在这些其实是做得到的东西，那因为他把时间花费在空想，那永远可能也没办法达到那样的境界。好，所以学佛的人呢，其实有时候必须要把那种时间用在就是真正在修行上面，哦，关照自己的内心啊，哦，有些人呢在心思上面都是用贪啊嗔啊痴在处理事情，好，他或者是一般人口语所讲的就是用情绪在处理事情。那还有一些人呢，他的一些像这边举的种种心啊，他有些人他的心就是他没办法去面对，例如说他人际关系的部分他处理上是有问题的，那他没办法去面对，所以他就干脆这样拼命的去研读经典，好，然后不去面对。那其实在研读上面，当然这是一种就是 很好，把心思用在读在经典上面。可是我们毕竟十法界当中，我们还是现在还是处于在人界当中，好，你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该面对该处理的，好，如果你没有去面对跟处理，你说你要到达佛菩萨的境界，那都是空谈啊。就像那个很贫穷的人一样，他在幻想他自己就是住到富豪的家里一样，然后把他自己家布置成那个样子，好，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哈。我们很多事情还是要去面对跟处理了，哈。也有一些看过一些学佛，然后越学越执着，哈，就是学佛呢，他家里的师姐会来跟我讲，就是说，哇，他回去家里啊，好，然后就是摆那个样子，啊，然后就是老可能就是就是还是一副就是很权威的样子，然后也不跟人家沟通啦，然后都认为自己所讲的就是对的，好，这些其实都是在学佛当中，哦，可能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醒思的，好，因为如果你自己一直朝着这样的那个路去走的话，好，就像那个一直在幻想自己住在富豪家的房子的那个贫穷人一样，好，他不去努力的赚钱，他不去面对他的人际关系，不去处理这一块的东西，那认为说他躲在学佛的这个哇，好像很有修，然后很怎样，哇，很精进，学术非常涵养非常的好。可是你一去接触他的家人，他家里的人对他的那种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可能就是
啊，他一回来小孩子就躲进去，或他一回来然后家里的气氛就变得非常非常不好。好，那这些其实在学佛上好像有些人会认为不相关，可是事实上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你没有处理好，连人都人在人应该处理的东西你都没有处理好的话，你怎么去说你要迈向佛那个学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人应该要做的那些事情上面，我们也要做一些琢磨，该做的、该处理的、该面对的，好，都要去处理跟面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还是复习上一次所讲的，就是六神通的部分，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跟宿命通、身如意通啊，跟漏尽通的部分啊，好，那除了就是在他们能够得到神通的部分，可是他们也不会执着，就是哇我好厉害哦，也不会起这个慢心，就是我得到了神通。好，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内所叙述的那个神通的内容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深跟广，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想象的啊。好，那后面就讲到了啊，哈，如是舍利佛啊，哈，菩萨摩诃萨心般若波罗蜜时啊，得他心神通自证啊，哈，就是这个菩萨哈，他因为他行般若波罗蜜嘛，哈，我们这一品往生品啊，哈，也都是在讲习相近般若波罗蜜的部分嘛，哈，那他这一类的菩萨就是他行般若波罗蜜，然后可以得到什么他心通的部分。好，然后还有一类菩萨是宿命自证，就是知道过去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宿命通的部分啊，那他可以知道就是自身的一世啊、二世、三世乃至于就是百千万世的宿命，然后可以知道他的所做的事情啊，也可以知道六道的众生每个各个不同的那个宿命是怎么样。好，那还有他的那个所做的所有事情，这就叫做宿命通了。好，他就后面就讲到了，好，他念一心啊，好，乃至于百心，念一日乃至于百日，念一月乃至于百月，念一岁乃至于百岁，念一劫乃至于百劫，无量百劫、无量千劫、无量百千劫，乃至于无量百千亿劫。好，就是这个菩萨哈，当然那个宿命，所谓的宿命的部分，它也有所谓的范围啊，哈，宿命通的部分它也有范围。好，能够念一心，就是知道一心，你可以知道乃至于百心，乃至于就是知道就是过去的一天，乃至于就过去的百天，哈，一百天，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百月。好，或者一岁，或者是百岁，或者一劫，哈，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劫，劫的那个时间数已经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久，哈，啊，乃至于百劫，哈，或者甚至于哇，你看那个宿命通可以到无量百劫、无量千劫、无量百千劫，乃至于无量百千亿劫，哈，这些对他们都不是问题了，哈。我是处如是性啊，好，如是名，如是身，如是识，如是久住，如是受限，如是长寿，如是受苦乐。好，这边他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他在累世累劫当中，哦，他都可以知道他是怎样，哦，是处于哪里啊，然后姓什么啊，名什么啊，啊，是怎样的，就是从哪边出生啊，哦，然后怎么样吃哪些东西啊，如是然后住在哪里啊，然后再就是他的可以寿命到什么时候，哦，或者是 为什么如是的那个长寿，然后如是的受苦乐，他是苦或乐都知道，哦，就是累世以来他所有你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瞒过他了，哦，他说我是终始身彼处，彼处始身是处，有相有因缘，亦不着宿命神通。宿命神通是己己身皆不可得。好，
他这边又讲到啊，我是中食啊，哈，然后升到脾处啊，啊脾处食又升到这里嘛，哈，那有相就是有造作的相啊，哈，也就是所谓的虚假之相啊，哈，那有相啊，这样的是有因缘的哈，那一我们虽然就是得宿命通的人，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也是怎样不执着于宿命神通啊，哈。那宿命神通这件事哈，就是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身啊，好，都是这样不可得的，好，无一处可得嘛，哈。那后面讲的就是空离无生的部分啊，自信啊，哈，自信本身就是空的啊，哈。一切像那个诸法哈、啊，非常啊，也是非灭哈、啊，那个他那个心，他的性。本来就是自己就本来就是空的哈，本自空啊哈，所以它就顾名叫做自性空啊哈。那自性离故，自性无生故，既然非常非灭，那没有灭也就没有所谓的生的问题了哈。不作是念，我有是宿命神通，除为。萨婆若心吼，他都说他也不会做这样的念头，就是说我有宿命通啊吼，就是一些有神通的人，他不会哦，就是执着于他有他心通，他有宿命通，他有种种的神通啊吼。啊，除了为了一切智，就是为了要那个学习佛智以外啊吼，他是不会就是用这些。不会是去念他有宿命通啊，他有什么神通之类的啊，所以就算他有神通，他也所谓的都是这样，为了要成佛哈，为了要就是在修行这条路上面更加的精进哈。好，那我们看到第十七页了哈。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得宿命神通自证啊。是菩萨以天眼正见众生啊，死时生时端正丑陋恶处好处若大若小哈。他说菩萨他行般若波罗蜜时啊，哈，他能够得到宿命的神通，好自证啊，哈。这个菩萨他是以天眼的、啊、哈，我们之前有带就是跟大家分享过天眼的部分的、啊、哈，那他可以用天眼，然后见到就是天眼可以看到就是众生的死啊，众生的生啊，哈，还有端正啊、丑陋啊、恶处啊、好处啊，若大若小啊，哈，而且能够知道众生的那个随业的因缘是怎么样啊，哈。是诸众生啊，身恶业成就，口恶业成就，意恶业成就，故谤毁圣人啊。好，也可以知道，就是每一个众生的那恶业的成就怎么样，为什么会去形成他的恶业啊，口的恶业啊，哈，还有意的恶业啊，哈，然后毁谤圣人啊，哈。还有就是受邪因见因缘故啊，哈，身坏啊，哈，堕恶道啊，哈，生地狱中。有些就是他也知道他是受了哪些邪见因缘啊，哈，那现在就是身堕于恶道啊，哈，然后生在地狱当中啊。是诸众生身善业成就，口善业成就，意善业成就，不谤毁圣人，哈。也就是说他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不同的众生的话他是怎样、哦、就是身口意都是行善业、哦、然后而且他也是就是不会去谤毁圣人、哦、受正见因缘故、啊哦、命中入善道、啊、生天善、哦、因为他的那个正见的因缘啊，他如果命中的话，因为身口意都是趋向于善嘛，曾经有一个人就问啊，问佛陀说啊，那如果说像有些人啊，他
身口意啊都常常都是就是 慈善啊，可是啊大家知道发生意外的时候，有时候人会开始就是恐惧啊害怕，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好，因为他们那时候他的念头也许他没有保持一个善念啊，好，那他就会问佛陀说，那这时候会不会他就往恶道去了啊？那佛陀就回答，他说你有看过树吗？树如果说它是向东边倒的，有一棵树它是向东边倒，也就是它都是一直抵御人一直向善业嘛，那它如果一直都是往东边倒的，你要它倒下去的时候，万一你不管从哪个方向去锯它，它都是怎样，一定是往东边倒，它不会往西边倒。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从以前他都是行善业的话，那他就是往善处去，他不会往到恶处去，不会因为你临终的时候是因为就是种种的意外种种的那个，然后你就往生到不好的地方去，不会这样子啊。所以这边他就是说，你如果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很多人就说，有人会去想说，哎呀，来去算命，算看看自己，就是说未来会往哪里去这样子。其实也不太需要算命，其实你自己就可以算了，那怎么算呢？就看你自己现在都在忙什么，都在做什么，都在想什么，然后都在为什么东西烦恼，那你就知道你会往生到哪里去了。你如果说你都做的都是像这边说的啊，都是善业嘛，身口意都是往上的方向走，那你就会往上的方向走。那就是像我们刚才之前一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法界其实是很公平也很透明的，你对法界付出的是什么心，那法界就会回应你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很公平的。他虽然就是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清清楚楚啊，可是后面又讲了一句啊，意不着是天眼通啊，也是不要去执着了。那天眼通是几生啊，皆不可得。他可以发现佛陀一再的苦口婆心的都是一直在劝大家，就是说不要一直认为就是神通好像就是很稀奇，好像一得到了就哇好像很了不起，起那个功高我慢的心啊，或者起一些轻慢的心，哎呀别人都没办法我都可以，我可以穿地啊，那些种种都对我来讲都没有障碍啊，这样子。可是佛陀一直在就是千叮咛叫万叮咛，还是在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些东西怎样都是不可以抓取的，然后也就是说也不要去执着啊，因为神的有些人他只是就是可能还称不上神通，只是有一些例如说曾经见过有人他就是可以知道，例如说预知到地震，那他就觉得哇好骄傲然后到处去讲，然后每次跟人家讲的时候再怎么样提都提到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人动物也可以预知到地震啊，所以很多东西并不需要去用慢心去处理了。那修行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对于你自己的起心动念要特别的去注意啊，留意啊。后面还是有一句，除为了萨婆若行，也是就是为了佛智来讲。那后面就说啦，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得到天眼神通智证啊，亦见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的众生生死，乃至于升天上。他这边就说了啊，舍利佛他行般若波罗，就是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他得到天眼神通的智证。那亦见到就是十方如恒河沙的世界，他这就不是三千大千世界而已了，有他也包括其他的佛世界，众生生的生死，乃至于能够升到，就是他到底是生啊是死啊，或者是说
他的乃至于就是能够升到天上啊，或者还是就是生在人间啊，这些他的去处啊，来处去处都很清楚啊。那这后面就强调了四神通亦如是，就是其他的四神通如果说也是都可以怎样看见或听见，或者是到达，或者是种种啊，都可以怎样到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世界都 OK 的，也就是说像如恒河沙尘世界都可以也十方的。好，那后面就讲到漏尽通啊。好，是菩萨摩诃萨漏尽神通啊，虽得漏尽神通啊，不堕声闻辟支佛地啊，乃至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依异法，亦不着是漏尽神通啊。他是说这样菩萨他能够得到漏尽神通，他虽然得到那个漏尽神通也不堕，他也不会去堕到声闻跟辟支佛地啊，就是二圣地啊，他还是就是一心就是要往佛地啊。而且他不会去依异法，也不会去着啊，也不会是执着，就是说他有漏尽神通啊，哈。那个漏尽通就是怎样，三界的见惑跟思惑跟那个见惑跟思惑都已经断除了，哈，而且他已经不会受三界的那个生死了，哦，就是已经跳脱三界的轮回了。那他一样啊，漏尽神通的这件事还有我们自己本身啊，都是怎样也是一样空离无声啊，自信都是空离无声的啊，不作思念我得漏尽神通，除为了萨婆乐心啊，若心啊。好，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得漏尽神通自证。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具足神通波罗蜜，具足神通波罗蜜以增益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好，然后舍利佛啊，一些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他已经具足了就是神通波罗蜜了，好，那具足波罗蜜神通波罗蜜然后可以增益这样成为正觉啊。我们之前不是有看到那个菩萨们啊，他们会到其他的那个佛世界到处去就是去看嘛，然后会去到处那个就是身如意通的部分啊，因为你要到其他的佛国净土去这样去听经闻法啊，然后种啊，还有就是能够去供养佛啊，有没有之前的那个经文里面有提到嘛，那这些就是他利用神通波罗蜜的部分啊，然后能够帮助他这样成为正觉，因为他去听经文法身口意都是浸在这里面，然后又对他有神通这件事还有没有执着。 好，我们来看论怎么样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是说如大海中啊有种种的宝珠啊，有能够杀毒的啊，有能够遮鬼的啊，有能够破病，有能够就是寒热饥渴啊，有能够随人愿所愿啊，皆能于者啊，有很多的宝珠啊，有些宝珠是能够杀毒的啊，有些是能够就是避鬼的啊，让鬼远离的啊，有些能够破病的哈，有生病的话都可以处理啊，还有能够除掉寒热啊哈、饥渴这些哈。那有些宝珠的话哈，你还可以跟他祈愿啊哈，然后而且你所起的愿，他都能够怎样，都能够给你啊哈。他的就是譬喻怎样，如是等无量无数的宝珠啊，大圣海中亦如是啊哈。有种种的菩萨宝，有菩萨能破三恶，有能开三善门，
有能够生无眼，有修行神通波罗蜜。好，他刚才那个大海的种种的宝珠的譬喻，就是好像是大圣，好，大圣海中也有种种的那个菩萨，有很多的菩萨在嘛，哈。那这些的菩萨，哈，有的菩萨能够怎样破三恶道啊，哈。那有些菩萨能够怎样开三善门，那有些能够怎样生无眼，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哈，无眼的部分，哈。还有能够修行神通波罗蜜，哈。是故啊，诸菩萨能为奇特稀有之事啊，哈。这些菩萨们都是能为啊，哈，他这些东西他都能做啊，哈，这些我们觉得，奇特啊、稀有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不是问题啊，哈。那就是所谓的取水相多啊，哈，地相少，则能够随意动地啊，哈。这后面呢，哈。这一段开始就是详细的解释什么叫做如意通啊，哈。所谓的取水相多啊，哈，地相少啊，就能够随意动地啊，哈。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他是在解释，我们看一下第十四页的哈，第十四页的哈经文的部分哈，第二段啊，哈，他就是说，如果哈有神通波罗蜜的话，哈，他受种种如意事。它能动大地啊，哦，为什么能动大地？它这边就解释了哈，也就是它水大的成分比较多啊，哈，它取水相的成分比较多。好，那大家知道水它是有流动性的，好，如果它取像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就是像那种土石流有没有？好，或者是当然它这边形容并不是所谓的土石流，只是说如果。土地里面含水比较高的时候，那它就比较能够去移动，哦，它这种就是它的那个如意通是怎么样的形成方式啊，哦，它就是取那种水相比，就是水大成分比较多，然后地大的成分比较少，所以它就可以怎样任它的意思要去动地，哦，就是之前面的那个部分，然后还有它就是后面讲到一生能多啊，哦，这就是后面他那个前面那个经文啊，第十四页变一生为无数生啊，无数生还为一生啊，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他能够把他的身体一个生变成无数的生，那又可以把无数的生变成一个生啊，那他这边就解释说他怎么做得到啊，他这边就说啊，一生能多啊，多生能一啊，虚空中常有围城满中啊，哈，也就是说，哈，它怎么样能够一化为多，那多又化为一啊，哈，它虚空中哈都是一大堆的，就是那个围城啊，哈，那每个围城当中又有地水火风空四嘛，哈，那世人离欲啊，哈，福德因缘故啊，集诸围城以为诸身啊，哈，皆相令皆将相似啊，哈。有时候是说哈，它能够怎样？空中、虚空当中啊，哈，常常都有一些围城啊，哈，满于其中啊，哈。那这个人呢，他离欲啊，哈，所以啊，福德因缘故啊，哈，他就能够集那个诸围城啊，以为诸身啊，哈，他所要幻化的诸身，他能够用就是因缘具足，就是把这些围城都具足成那个身体这样子，好。然后，而且令他跟那个身就是一化为多嘛，哈，那个就是本尊的部分一样这样子，哈，接近他跟他相似啊，哈。那就有人言啊，哈，诸非人恭敬啊，是离欲菩萨入其身中啊，随其意所欲啊，哈，变化皆则皆能化，哈。所谓的非人啊，哈，像一般的那个天龙八部啊，哈，还有夜叉、啊、恶鬼啊，哈，一些就是幽冥的那个大众啊，哈，这些都是统称为就是非人啊，哈，就是以人以外的那个众生啊，哈。那这些众生他们会去恭敬这样的，就是尊重这样的那种离欲的菩萨，好，虽然能够就是入其身啊，哈，好。
能够随那个人的意思啊，哈，然后去，就是他们就会跟着那些人那个人的意思去做种种的变化。他就说举例啊，像转轮圣王哈，未离欲啊，哈，他还没有离欲啊，哈，只是他的福报非常非常大哈。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哈，他是四天下就是当中啊，哈，土地最多的啦，房屋最多的啦，金钱最多的啦，哈，福报最大的哈。可是他还没有离欲啊，哈，啊，早有福德因缘呢，哈，诸鬼神善为其死啊，何况是离欲行无量心的人呢，哈。他说像这样子，他并没有还没离欲的人呢，哈，鬼神就可以被他所差死啊，何况是哈已经离欲而且行无量心的人呢，哈。就是那些有神通的那些菩萨哈，当然他就能够更能够驱使这些就是幽冥的众生啊哈，做种种的变化哈。复次啊，是心相无有住处啊哈，若内若外，若大若小，以禅地力故啊哈，其心调柔，即遍诸身，还复异数，譬如千头眼。千头龙啊，哈，眼耳啊，哈，各有两千，哈，即有千口，哈，心意使用，哈。复次呢，哈，他就说心相的部分的，哈。我们看一下心相，哈，就是心的那个形象啊，哈，即见分啊，哈。又为就是我们就是眼睛所看得到啊，哈，肉团心啊，哈，就是心脏的那个相貌哈。好，那《圆觉经》里面就有说啊，哈，妄认为四大为自身相，哈，就地水火风哈，他认为他这些就是我们的自身的那个相啊，哈。然后六尘缘影啊，哈，为自心相，哈，好像六尘这样子的种种的那个变化哈，就是我们自心的一个相哈。那譬如呢，彼病目者啊，哈，见空中花及第二月哈，就生有那个生病的那个眼睛啊，哈，他能够看到就是空中的花及第二月。那见分的话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眼等的六识啊，哈，能够了别分别这个诸尘境界哈，就是名为见分啊，哈。那心相就是心的形象嘛，哈，就是像一般所认知的像心脏肉团心这个部分的哈。他说啊，这个心相它是没有住处的哈，若内啊，若外，若大若小，以禅定力故啊，哈，那个心啊，哈，非常的调柔，哈，如果他心调柔的话，哈，很快就可以遍满全身了，哈。而且他如果要回来也是很快。哦，那举个例子啊，哈，有一条龙呢，哈，它有怎样一千个头，哦，那一千个头的话，眼睛跟耳朵就各有两千了嘛，哈，因为一个头有两个眼睛嘛，哈，所以有两千个眼睛，两千个耳朵啊，哈，还有一千张的嘴巴，哈，口啊，哈，那他的心呢，哈，只要一使用，例如说他要叫这一条龙往哪一个方向走，好，他是一颗心，他马上就是下命令下去，那千头的那个头啊，哈，还有那个耳朵、眼睛啊，哈，就会往同一个方向去嘛，哈。那他叫他停，然后就心回来的话，也是一样，就是马上就回来。哦，他这就是举例啊，哈。那龙即出生善耳，何况是菩萨？他龙身啊，哈，龙一般来讲的话，他修行没有像，当然不可能像菩萨那么细致啊，哈。所以他的龙即出生哈，都能够这样子，何况是菩萨哈？那就有人言啊哈，坐禅人士啊哈，所有力事不可思议啊哈，故一生为无量生啊，无量生为一生啊哈。他坐禅人啊哈，就是所有的那个力事都是不可思议的哈，所以他能够怎样一生变成无量生，无量生变成一生啊哈。那十臂啊，而且这个后面就讲到那个前面经文有讲到，就是
三碧啊，吼，树木啊，吼，皆过无碍啊，吼，就是他就在那个平地上面走的时候啊，吼，如果有三碧啊跟树木都没有办法阻碍他，他都能够穿，就是穿越的过去啊，吼。然后十臂无碍的人呢，哈，他就是取十臂的虚空相，哈，他是跟就是让那个是就是现空大的部分的哈。那围城开臂啊，如绝路途啊，哈，就是像他能够让这些围城啊，哈，就是开就是打开啊，哈，然后像这个容易这个程度啊，就很像他在挖土一样这么容易啊，哈。就是他能够把那个虚那个就算是石壁这么坚硬的东西，他也能够怎样穿越无碍啊，吼，就好像是怎样在挖土那么容易啊，吼。那履水者啊，吼，他取地相多，故履水如地啊。我们知道水是流动性啊，吼，那水的话它是湿润性，所以它那个坚比较没办法，就是让我们人可以踏在水上面嘛，哈。那有神通的人，他可以任意取城啊，哈，就是他要让这个东西现什么样的地大，哈，他就现地大；像他现水大，他就现水大，哈，他可以就是驱使这些东西现出那种性质啊，哈。那他这边就是要那个水啊，现出地大。好，那它现地大的时候啊，哈，那个就会增加它那个水会增加它的坚硬度，就像大家有看过冰河吧，好，那个就是冰现地大以后，我们就可以踏在冰上面。可是它这个并没有，就是没有现到那种冰块，而是它就是让它现出地大，好，所以它就可以踏在上面，走过去都无碍。取水相多啊，哈，故陆地如水啊，哈，它因为它取水相比较多啊，哈，所以它就能够陆地就像水一样，哈。我们如果像一般游泳，有没有？你进入到水中游泳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无碍嘛，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有些人要穿地嘛，那怎么穿地？就是把地变成像水大一样，好，那它就很像在那个水中游泳一样，哈，那个是穿越都没有障碍的啦，哈。那取火相多啊，吼，身就会出那个烟焰呐，吼。如果火相就是让身体的火大的性质比较多的话，吼，身体就会出一些烟跟火啊，吼。哦，他后面就说，那抚摸日月者啊，吼，神通就是不可思议力啊，吼。他能够令那手啊，吼，及日月这样，吼，他能够让他的手就是及到就是。到达那个日月那么远的地方，哈，因为身如意就是对一切东西都无碍嘛，所以他想要去摸日月，就是可以去摸日月，哈。那入火定故啊，哈，月不能令人啊，哈，因为他知道那个月亮是比较冰冷的，哈，他能够入就是身体入火定啊，哈，那月亮就不会让他这样。冰冻冷就是变冷啊，冷冻在那边，然后那太阳大家知道是那个热力十足的嘛，都很烫嘛，哈。那它入水定固啊，哈，那太阳就不会令它就不会让它觉得热，哈。那后面就问曰了啊，哈，是神通力乃至于四禅宗啊，哈，此何以言啊，哈？但是犯是身啊，哈，得自在。哦，他这样的神通乃至于四禅宗啊，哈，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啊，哈？大家知道神通力，他这边必须我们之前都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没有？到四禅，他这边才会有所谓的有神通力呀，对不对？好，而且神通力他就是能够就是在四禅当中，他都是怎样能够无碍的，哈。那为什么他这边就是只有说犯四身啊，哈，自在，犯四身得到自在，哈？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经文的部分，哈，他有提到就是说，哈，能够得到那个
那个经文部分，我们看第二、四、五，第五行啊，哈，乃至于梵天深得自在，哈，这一段啊，哈，他说那因为梵天他只顶多就是到泛指所有的那个色界的部分呐，哈，那如果只是单到色就是色界而已，可是他的神通力是可以到四禅天呐，哈，也就是说他可以到无色界，那为什么他就是只有说到色界而已呢？哈，那这边就回答啦，哈，他说此先已说啊，哈，梵世出门啊，故啊，哈，然后言梵世则说一切的色界，哈，他说又啊，哈，世人皆贵饭碗啊，以为世界顽固啊，哈，一般的人都会觉得那个梵天碗啊，哈，是很尊贵的嘛，哈，以它为贵，所以以为他那个梵天碗就是整个世界，哦，整个世界的碗嘛，哈。所以他就以梵世身为，就是只有就是先到那样的，因为人的认知可能就是到梵世身而已，所以他们就是以梵世身为，就是到那个举例了哈。他说：“又是菩萨哈，不欲于欲界哈，善乱心啊哈，现其自在啊哈，是故乃至于离欲人中啊哈，能有。”所作，哦，那他说这样菩萨哈，他不欲于欲界善乱心，然后，那现其自在哈，所以他能够离欲，在人中当中能够离欲啊哈，所以还能够有所作哈。那如是的那个神通相无量无数啊哈，为欲解故啊哈，少说譬喻哈，这个。神通相其实它是无量无数的啦，哈。那为了要让大家比较能够了解，哈，所以它就是比喻比较少的，哦，比较低阶的部分呐，就是在说梵天而已，然后没有举到就是其他的佛世界，哈。那诸外道啊，哈，于此神通有二事处啊，哈。他说，像我们。这边所对神通的部分都是不执着嘛，哈。可是如果是外道的部分，他对于神通的部分，他就有两个错误的地方啊，哈。他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刚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讲的地方，哈，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神通就起了功高我慢的心啊，哈。那个外道的话，哈，因为他们就没有在摄心了，哈，所以他们还是会就是起。那个骄慢呐，啊，哈，他第一个错误的是说哈，起无心呐，啊，我能起事实而生骄慢，他就说，哎呀，我能够这么厉害哈，能够要往就是有神通，要往哪里就往哪里，然后起了慢心，啊，然后二者呢是着事神通，譬如贪人着宝啊，哈，他就开始会第二个就是这样。执着这样的神通啊，哈，就很像是一个贪心的人这样，哦，贪着于他自己的财宝的部分啊，哈。以是故啊，外道神通不及圣人神通啊，哈，就是因为这样子，外道的神通哈，没办法跟那个圣人的那个神通怎样相比较啊，哦，他们的那个认知上的神通或实际上能够获得的神通啊，哈。只有一些些而已啊，没有办法像那个菩萨修行而得的那个神通啊，哈。那菩萨于是神通力啊，知一切法自性不生啊，哈。他刚才有讲到嘛，哈，除了不生以外，还有离自性离啊，哈，还有自性空部分嘛，哈，这三个哈，就是不生、离跟空啊，哈。好，哦，他固不着，哦，他因为知道一切都是因为因缘性的和啊，哦，所以啊，哦，他不会去执着，哦，因为因缘能够和也就因缘能够散嘛，哦，所以他没有去，他不会去执着这些了，哦，但念一切种子啊，就是但念一切种子为度众生故啊，他会念一切的就是念佛字啊，哦，他所谓得神通都是为了这样
要度众生啊，哈，与五神通哈亦如是，如其法分别哈，先说其相，后皆说空啊，哈。那剩下的五种神通哈也是这样子啊，哈，就如其法哈分别哈，先说其相，哈，先说有那个神通的相有没有？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就是神通它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对不对？好，例如说。我们往前看哈，就是可以穿越山壁呀，哈，可以就是化一化为多，多化则一呀，哈，然后可以过水啊，可以摸到日月嘛，哈，这些都是相的部分，对，有相的部分啊，哈，因为他要解释这个什么叫做神通，所以他还是必须怎样，先告诉大家有相的部分啊，哈，可是后面呢，哈，他还是怎样？后面就告诉大家怎样皆说空啊，哦，他后面还是告诉大家，就是一切都是毕竟空啊，哈，没有那个执着性啊，哈，我们可以从那个经文里面都一直看到，就是说，例如说，什么样的神通啊，哈，几生皆不可得啊，哈，然后又后面会强调自性空故啊，自性离故啊，自性无生故啊，不作思念哈。他在讲每个神通的那种有相的部分之后，后面还会强调这样，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执着的啦，吼，都是自性空啊，吼，理啊，吼，然后无生啊，吼，六神通的语义啊，如赞菩萨品中的五神通义说啊，吼，以是六神通管理众生故啊，管理众生啊，吼，故说具足得如是神通真义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边就是这边后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啊，哈，他六神通啊，哈，是用来干嘛？他的目的在哪里？好，还是在广益众生啊，哈，能够饶益众生，就是能够方便众生啊，哈，为众生设种种的方便啊，哈，然后所以他才说怎样能够具足。得到如意的如此的神通，能够增益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帮助，就是能够成为那个正等正觉哈，无上菩提这样子。好，这个部分就是第三十八类的菩萨哈，第三十八类的菩萨，他就是示现种种的神通啊哈。然后也告诉大家，就是神通是不可以执着的。然后，而且神通也主要就是为了众生啊，哈，为了种种劳役众生，方便众生啊，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三十九类的菩萨哈。那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好，那如果没问题，我们就继续哈。第三十九类的菩萨经文的部分啊，哈。我们一共有四十四类的菩萨，对不对？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也把四十四类的菩萨全部都就是讲，全部都讲出来哈。第三十九类的菩萨，自从舍利佛啊，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檀波罗蜜哈，进萨婆勒啊道啊哈，毕竟空不生千心故啊，好。他就说有菩萨摩诃萨，这个他是住那个安住在那个布施波罗蜜啊，哈，而且他能够就是尽佛智啊，尽一切佛智啊，哈，然后而且毕竟空，然后不会生怎样千心啊，千心就是那种贪吝的心啊，哈，因为布施对治的就是贪吝嘛，哈，兼贪啊，哈。这是第三十九类的菩萨，那第四十类的菩萨呢？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斯罗波罗蜜，进萨婆勒道，毕竟空，罪不罪不着故啊。好，那这边第四十类的菩萨，他就是说有菩萨摩诃萨，他是行般若波罗蜜时哈，他是住就是安住在持戒，好，斯罗就是持戒波罗蜜，然后。持戒波罗蜜，那一样也是尽佛智啊，哈，而且毕竟空啊，哈，
一般持戒的人都有些持戒的人，他们会就是指责别人的错哈，又起一些功高我慢。哎呀，我持戒持得很好，我修行修得很好。好，他这边就告诉大家怎么样，罪不罪，好有没有罪，这样都不去执着啊。好，也就是你持戒持得好，那就是你自己的修行到上面的一个真相嘛。好，不需要去怎样功高我慢啊。好，有些人就是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些的成就，他就开始起了一些慢心啊。好，所以这边佛菩萨还是再三的交代啊，好不管是罪或不罪啊，都不着啊，好所有东西都是不要去执着啊。好，那再来看到第四十一类的菩萨啊，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善提波罗蜜，善提就是忍辱啊，安住在忍辱波罗蜜啊，也是一样敬佛智啊，好然后毕竟空不嗔。也就是说忍辱波罗蜜大家知道就是比较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在金刚经里面就是那个割那个肉嘛，那他也不会就是不会起任何的嗔心啊，好因为他知道身体那些都是好，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嘛，所以他既然没有我相的话，那拿来起嗔的人好，就根本没有起嗔的人好，这就是所谓的毕竟空啊，好因为也没有侮辱你的人，也没有受侮辱的人哈，然后也没有侮辱的这个动作哈，所以怎样好不嗔啊。第四十二类的菩萨哈，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哈，住在精进波罗蜜啊哈，尽佛智啊哈，毕竟空哈，身心精进不懈怠故啊哈。我看一下，那个忍辱波罗蜜哈，这大家可能认知上比较可以清楚啊哈，就是忍受种种的侮辱啊，哈，恼害啊，哈，然后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怎样怨恨啊，都不会有任何的嗔恚跟怨恨呐，哈。那精进哈，跟大家一般的想象就比较不一样一点了哈。他主要是在怎样，除了他勇猛修善法以外哈，还有他就是怎样修善，然后断恶，这才叫做精进呐，哈。不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很多很多次就叫做精进，好可是重点是在怎样修善跟断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如果精进的话就会不懈怠嘛。那第四十三类的菩萨就是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禅波罗蜜啊，哈，也是一样，敬佛自道路，好，那毕竟空不乱，不畏故啊，哈。他虽然能够就是住在禅定当中啊，哈，可是怎样，他也不那他心他不会乱啊，哈，而且也不会贪着于禅热啊，哈。我们之前有说那个有些人入定以后就会贪着于那个禅当中的那个喜乐啊，哈，而忘了要怎样方便众生啊，哈，所以他这边都是做一个提醒啊，哈。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第四十四类的菩萨哈，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般若波罗蜜，尽萨婆的若道哈，毕竟空不生痴心故啊，哈。我们知道智慧，所对治的就是怎样愚痴嘛，那如果能够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而且能够安住在般若波罗蜜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的那种愚痴的心了，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全部的是四十四类的菩萨，好，那同学这个往生品还记得就是有。他介绍就是有三类的菩萨，他是从
就是我们这边往生到就是他方世界有没有，我们可以回到就是第38卷的哈这边的内容哈来看一下哈。他这边就问说有哪些是怎样从别的地方来生到此间的嘛哈，他那时候举例的时候就是三类的菩萨嘛，对不对？好，从他方世界佛国进他发的佛国来的啊哈，或从兜率天来的啊，或从人道来的啊哈，这三类的众生哈。那他又后面又问，就是说我们从此处中哈，那会往生到哪些地方去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有说，就是后面有举的44类的菩萨，哈。那目前这个就是把44类的菩萨的那个都介绍完了哈。那后面他会再介绍所谓什么叫做毕竟空的部分，然后后面那一段的话就介绍是毕竟空。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哈。那同学请合掌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再以此功德回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高雄气爆往生者往生净土，受伤者早日康复，一切众生所求皆遂。